哎，来，金童，你单身多久了？我单身半年。哎呦，哎，半年哦。半年啊，那半年，半年你就走出来了，你就来参加这种节目，那还不多，都是需要来透透气嘛，你知道的。女方这边，你好。你好。哦哟。舒马了，舒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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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那是苏伟，那是苏伟。哎，啊，你这个单身多久了？我单身两年了。两年啊？你是一直有生病是不是？你是刚刚一起化妆款啊？然后这当中有这么多男生追你，没有一个你看上眼的吗？男生要多观察。观察哪里？看他的持久度，是喜欢我的持久度，喜欢他的持久度，真的很会讲。那印度呢？如果说他来自印度，被总公司派到印度，谁派总公司派到印度啊？不是最重要的，对呀。OK OK OK， 印度是最重要的。我喜欢硬汉。那你自己有什么优势吗？优势，我的优势就是会放电又会撒娇，然后会让你用我的声音让你全身受不了。哎，我再继续回到扁你。以上这些优势能当饭吃吗？啊？可以很开心。哦，我也不行了。那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歌唱喽。带来哪一首歌？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。你是我心内，哦，好听。来，两位，来，王力宏跟沈琳娜，来来来。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，心间开起花一朵。你是我生命的一首歌，想念汇成一条河，掉在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不要只是个过客，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。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论结局会如何。在我生命留下一首歌，不论结局会如何。噔噔，哎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彼此的感受怎么样？来，金童，你对女方的那个转音的部分，恐惧，恐惧度。你我心内的一首歌，你去问我妈妈。
恐惧。你要模仿人家。哎，那很厉害的转音呢啊。恐惧度是80%，对，可是酥麻度是100%。哎呦，哎呦，酥麻，酥麻比较重要，就对的，女子无才便是德啊。哎呀，这结论，这结论是这样下的。没有，你要真的很会唱的，比如说他的声音一出来，哎，你哇，比如。你看黄小虎的声音，哇，好会唱，对，这么会唱，有压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你就会想联想到我这么会唱，就想要找后面的一个角度，对不对？后面的一个角度，是哪一个角度？后面出来两个人见面要相处的角度，哎，那女生觉得这男生怎么样？我觉得男生不错，而且尤其是他和音在叫的时候，就啊，和音在叫，那个叫唱，不叫叫，那个叫唱。和音在叫的时候，你这人哪呢？哦啊，那那啊啊啊，这样会不会隔壁会听得很清楚呢？就是他的声音会 cover 我，因为他知道我可能比较不会唱，所以他一直在帮我。对，感觉是一个善良的人。那心里面会彼此会想要见面吗？应该会哦。对，这个应该是一定要还是相见不如怀念呢？也好吧，有可能。两位，请选择三。好，我以前都记错他的名字，叫刚，叫刚，我也刚本，是不是？来，就认识一下。刚听到你声音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，你的歌声是在紧张的感觉。对。可是看到你本人之后，发现我更紧张。哎呦，你还很会聊天，很会聊，很厉害，蛮会撩的哈，好会聊哦。对，所以很高兴认识你，这样。谢谢。因为其实我对我歌是没有很有自信，然后也是第一次在大热门现场，是是是，感觉出来，对，聊啦，也是第一次听，感觉出来你很照顾我，就是在歌声这部分，不会，谢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他会再更照顾，对我可以更照顾，会更深入的让他了解你的状态啊，对。你会介意女生有过婚姻吗？哦，我不会。我有过一段婚姻，然后女儿已经11岁。然后11岁哦。对，你刚11岁，你什么态度？11岁，你刚上十一岁是？他不自然，11岁，眼睛睁大，眼睛突然变得很大。11岁怎么了？11岁已经长大了。你上得了台面一点好吧？直播就大家都在看，太没场面。对，遇到什么状况不能惊吓他？对不起。再次，我离过一段婚姻，然后现在小孩11岁了。啊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后面还有更恐怖的，拉拉套圈圈，来，套圈圈，预备，开始。哎，哎，轻一点哦，你轻一点哦，小心一点哦，嘿，小心一点哦，这绳子。啊，是这样啊，你不会这种啊，牛仔绳啊。对呀，怎么样？牛仔绳要。甩哦，可是我怕甩到，怕甩到，行哦，你要甩到自己喽。麦克没看稿，好像没有，没看稿，那个要牛仔绳甩哦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对，靠近一点，没有。哎呦，我可不可以再次，哇，要套好，钢本哥要套好，钢铃哥啊，哦，钢铃对啊。耶！有了，拉起来，要拉到高跟鞋了。鬼打变鬼。OK， 好，你要靠近。好了，公吃一条。公吃。好难哦。这个。还闭眼睛。好的 ，OK， 谢谢两位，来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他好累哦，这样。谢礼啊，你人真哎，小心，小心啊，对啊，害人家跑街的多可怕，不该。好晕哦，会晕呐。对啊，因为我从因为一直晃，还没开始玩游戏就开始咬了。不是只有他晕，我们也晕了。是啊，谁叫你在摇滚区？两位就坐下了，好吧，要不然你坐这边好了。
对对，好，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啊你你坐我坐那边的椅背，不会啦，没有位置啊，椅背椅背，很奇怪，来来来，坐的，这个我要坐，你帮我们按一下服务铃，不要这样，